历史性开红酒用 screw， 哎，可以嘞，反正的可以嘞，再下一点，多一点给你用。要加点没有没有，没有拿我手我手。没有拿那个。没有我手我手。Flyer 还是拿那个那个。Hammer 有 grip 的 Hammer。啊啊！那个。下面 OK 拿错一点，哎呦没有 flyer 有 flyer 吗，转错一点，转错没有，不用紧，可以有 flyer 吗，你转到下面就 lost script 了，我的 flyer 很破耶，不用紧，可以刚刚好，这个有 flyer 很薄的咩，这个不是 standard 的咩，没有，更薄也更薄，你让我拉我说讲，你看这个地上拉地上啊，咦，这个是 flyer wire 的，哎，你小心哦！要拉我下还是拉 screw？ 拉我下，到底是拉我下？请看下一集。拉 screw， 还是拉 screw？ 快点！我们现在历史性的开红酒的方法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